You, I haven't thought about you in a while. I haven't thought about that beautiful smile and how it used to make my heart go wild. Wild. 我们在马武都，这边是绿光森林拍摄地。我们今天是来吸收芬多精的，真的好大自然，好久没有这么亲近大自然。上课了，绿光小学。老师，你碰得到黑板最上面吗？老师不需要碰黑板。同学，上课睡觉，都要拿睡到哪？这边还有荡秋千，我来荡一下。这种有柳山林的步道很夯耶，高岛纵走也有。对啊，我们抵达第一个瀑布，虹桥瀑布，还行吗？来就不对，其实我没有很喘。你如果很喘，我们就应该警觉。那你今天就会想吐了。他好失礼哦！你到底是要超过我多久呢？那你别厉害啊！这个就是马武都瀑布，这边有一座桥，而且在桥上面拍照。他整个都在一起吗？满满的芬多精哎，很久没有出来走了。那你要搞？我在享受宁静。嗯，舒服。我们车子就停在那边，然后这样走上来的，超绿超美，不愧是绿光森林。北北要戴眼镜看。对啊，如果从旁边，我最近也要就是这个景色，加油！杨梅阿嬷，她做过外科手术跟内科服药。是最高点喽，哈哈哈哈哈！中心的人是要多拔，需要关怀。结束，我们走完马武都森林，很适合踏青，还有很多芬多精，还有很多树，是绿光森林。